温迪，温迪，温迪，醒醒！温迪，怎么了？温迪，把你衣服脱下来。脱衣服。快！袖子，把袖子拆下来。袖子。温迪，听到我说话吗？泳衣插。温迪，坚持一下。 过来，帮我按住伤口。温迪，坚持住，温迪。温迪，坚持一下。他现在只是暂时性窒息。 担心时间长了，他会失血过多，有生命危险。啊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当然是送去医院。医院，是怎么去医院？医生，过来帮忙。啊啊！挂住了，我们想办法把绳子割断。有绳子才能回到营地。 下去解开盲绳，下面有鲨鱼啊！想要活命，就必须解开船锚，这样我们才能游到对面的游艇上去。你看，小心啊！小心！ 行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行。我的腿，你上船的时候被鲨鱼刮伤了，是沈医生帮你止的血，你没事吧？沈医生呢？沈医生。 怎么样？哇！啊！
我跟天明，谢谢你。作为医生，我有义务和责任救你。但是作为刘亦然的表姐。 我没必要这么做。快，我们先往那边滑。船怎么感觉没有动呢？现在海水已经退潮了，我们必须要用力滑。一定要比他快，不然被冲到深海区，大家更危险。